我不需要你道歉，我再说一遍，我要你放了我吧！你真的要这么做吗？对。可是，你这么做，傻姑知道了会恨死你的。他已经足够恨我了。那你也不能破罐子破摔啊！拜托，你好歹是男主角啊！我想起我的话有个地方没画好，想再改一下。哦，对了。 画稿在这儿呢。你想去哪儿改啊？哎，你怎么把画收起来了？方老师，我还有个问题想问你。什么？你怎么知道暗白夜怕火？ 因为，你漫画里不都画了吗？你忘了？星海蔷薇人怕火的设定是我后来加的，你看到的那本漫画里没有这些。还有，你怎么知道我和安白夜有心灵感应？这，你之前不都告诉我了吗？心灵感应的时候，我从来没有跟你提起过。 知道这些的除了我自己，只有一个人。安白夜，我警告过你无数遍，不许你再控制我身边的人。你现在又控制了凤老师，你想干什么？我替你说吧，你控制了凤老师，骗走我的话，想让我参加不了比赛是吗？这就是你的如意算盘，拜托。 被你欺负了这么多次，我田爵也没用那么好骗了。我命令你，马上给我滚！你拿着打火机对着他有什么用？他又不是我。那你把凤老师还给我！我没有控制凤留情。 没控制凤老师，那现在和我说话的人是谁啊？你到底躲在哪儿？别以为我找不到你，等我找到你就死定了。你其实根本没有醒过来，你现在还在家里。所以这是假的，我还在梦里。这不是梦。 是量子骸，就像之前一样，我把你带到了量子骸里。你刚刚所看到的，都是量子骸所模拟出来的场景。为什么？为了你的人身安全，我不能让你参加比赛。如果你没有发现的话，这原本可以继续模拟下去，我甚至可以让你拿到冠军。 这都是假的，但我可以让它变成真的。只要你留在这儿，等我解决掉星海零幺九，我可以让你变成真正的漫画家和漫画公司签约，出连载，做销售，慢慢着。只要你想的，我都可以帮你做到。靠原石吗？你当然可以做到，你有超能力，你想干什么你都能做到。可是我不要。 我不要你为我做任何事儿，因为通通都是假的。就算你能控制所有人，我也知道，它永远都不可能是真的。我要的，是你现在放我走，让我离开，你能做到吗？对不起，我不需要你道歉，我再说一遍，我要你放我走。陈珏，我知道你很讨厌我控制你。 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，我只能让你留在这儿。白夜，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，只要一切结束之后，你就安全了。你要是再不放我走，我就……没用的，这是量子海，在量子海里，就算是火也威胁不到我的生命。 Ah!
我跟你说过了，这是量子海，地球人看不见，进不来，更出不去，别白费力气了。